丹特受惠于车用产品出货强劲，十一月份的营收达到8209万元，月增8.5%。艾恩特表示，在车用市场方面，十二月份又接到了欧系车厂的订单，因此预计呢，明年将会陆续出货。因此，法人看好在车用产品的营收占比持续攀升之下，艾恩特明年的营运可以呈现大幅成长的格局。